大家好，又是来到六点半钟新闻报道的时间了。今天我们会介绍一支笔。什么笔呢？就是 Staff Job 刚刚发明的一种新产品，它叫做 iPen。iPen 呢，听说还可以改写你的日常生活模式，就是这支了。大家不妨可以试一下用它来改写你的日常生活所有的东西。买咗啦，点用呢？死，冇带表，得说明书先。时间篇，哦，原来系日区嚟嘅，两点。新闻报道员。